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将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将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苦尽甘来五十岁以后发家致富的面相。五十岁的年纪已经年过半百了，但人生未来的道路还是很长。有些人前半生可能过得并不幸福，手头紧张，经常陷入没钱花的窘境，但过了五十岁了，财运忽然飙升，还会得到很多意料之外的财富。这些其实都是上天的恩赐与馈赠。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五十岁后发大财的面相。一、颧骨。通过观察颧骨，可以推测一个人五十岁之后是否能够发大财。如果颧骨形态圆润，肉质丰满，没有明显的突出，也没有高耸的现象，那么这类人在年过半百之后往往能够迎来大财运，走上大富大贵之路。这样的人通常具有良好的贵人缘，能够得到高人的提携和指点，获取前沿的商业资讯。他们可能会投资于涨势良好的股票和指数型基金，从而实现财富的增值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积累的财富将会越来越丰厚，最终实现财富自由，过上理想中的生活。此外，这类人往往性格慷慨大方，有着善良的心灵。一旦有了财富，他们不会变得特别自私，而是会考虑到身边亲朋好友的利益。他们也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，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帮助更多的人，从而延续自己的财富运势。二、鼻子。想要看出五十岁之后能否发大财，可以通过鼻子看出来。如果鼻头圆润，肉质丰满，鼻梁挺直且山根高耸，那么这类人到了五十岁之后很可能会获得巨额财富。即使时间和精力有限，无法在职场中大展身手或获得高额工资收入，他们仍然有机会在偏财方面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。可能会因无意间购买的彩票而中的头奖，从而一夜暴富，或者在朋友经营的生意中获得巨额利润回报，又或者通过自己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和从事的副业获得丰厚的财富。然而，即使财富开始涌入，也需要谨慎对待。五十岁之后，不要因为突然的财富而过度挥霍，保持原本正常的生活模式，不要让财富让自己陷入混乱状态。同时，要注意适度投资和理财，保持稳健的财务规划，确保财富能够长期稳定的增长。三、下巴。想要看出五十岁之后能否发大财，可以通过下巴看出来。如果下巴圆润且肉质丰富，没有明显的棱角，那么这类人可能在财富上取得巨大的成功。由于他们命运好，职场中可能会碰到许多机缘巧合，从而完成一些非常大的项目，进而获得不断的升职加薪，财务状况会变得很宽裕。此外，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取得卓越成就。作为父母，他们在财富方面也能享受孩子的光彩。这类人在这个年龄阶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，一旦机遇降临，他们能够把握住机会，从而赚得丰厚的财富。这类人到了五十岁之后，在职场上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，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验和实力，在行业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，甚至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。这种成功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厚回报，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。除了职场上的成功，他们可能会在投资和创业方面有更多的收获。凭借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深厚的人脉关系，他们能够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，并且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，获取更高的回报。此外，他们也可能会把财富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，回馈社会，通过慈善捐赠和公益活动，他们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发挥到了最大程度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一旦获得财富，务必要保持低调和内敛，过于张扬可能会引起小人的注意，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。
因此，保持低调谨慎的态度对于长久的财富和幸福生活至关重要。同样，你在50岁之后能暴富的话，除了面相上有所体现，而在手相中也有体现。那么能发财的手，50岁以后发财的手相什么特征？一、手食指长，食指长者，性格倔强，在行事上注重原则，不轻易妥协，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和决心。他们在做事情时善于始善终，不会半途而废，因此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。然而，在早年，他们可能会因为不善理财而导致财富的流失过快，生活水平比较平平。到了中年，他们的心性逐渐沉稳下来，学会了更加理性地处理财务问题。他们会变得勤俭持家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积累，逐渐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。在家庭生活中，他们也能够有效地管理家庭经济，保障家人的生活质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财富会逐渐积累，家庭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裕。他们将享受到家庭和谐、财富满满的幸福生活，成为家人和社会的支柱。因为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理性的财务管理，最终实现了财富和富贵的双重收获。二、手掌厚，手掌厚实的人通常具有较为充足的底气和自信。他们在做事时脚踏实地，勤劳肯干，注重细节，因此往往能够取得较为稳定的成就。他们的勤劳和努力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获得丰厚的报酬，日进斗金并不成问题。然而，手掌厚实并不能直接说明一个人就一定能够理财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，厚实的手掌甚至可能成为财运的漏洞。例如，如果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缝隙较大，难以并拢，这可能象征着财务管理上的漏洞，容易导致财富流失。即使在赚取大量财富之后，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理财规划，这些财富也可能在晚年被挥霍一空，给子女和家人带来不利影响。因此，尽管手掌厚实的人具有赚钱的能力，但也需要注重理财规划和节制消费，以确保财富的稳健增长，维护家庭的经济稳定。三、拇指、无名指上有痘。拇指、无名指有痘的人，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，虽然足够聪颖敏捷，能力也很强，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，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，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。这类人到中年，思想慢慢成熟，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，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，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获得地位和财运，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。四、手掌心有两条玉柱纹，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，若是有两条玉柱纹，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，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。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。拥有这种手纹的人，在年轻时目标模糊，没有理想，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，所以大多一事无成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经历多了，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能为之奋斗。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，运势越来越旺，子女聪明孝顺，晚年福禄大增。五、拇指、无名指上有痘。拇指、无名指有痘的人，青年时代比较辛苦，虽然本人很有能力，但是得不到公正的待遇。他们常因工作四处奔走，和恋人发生矛盾、争吵，情绪波动大，可以说生不逢时了，事事不顺。这类人到了中年以后，思想慢慢的成熟了，条件也具备了，运势开始变好，事业有成。他们会将所有精力投入于工作中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，获得地位和财运，因而晚年生活安泰。六、夫子眼，夫子眼于拇指第一关节处，手有夫子眼，财旺福气旺。此种手相者，天生贵人运良好，事业上升与贵人息息相关，时间愈久，贵人愈多，事业愈加旺盛。中年以后，事业大成，富甲一方，未来就是自己地方的富豪。
七，手掌宽厚粗糙。通过手相来看，手掌宽厚粗糙的人运气真的很好，但在年轻的时候会遭遇一些困难的。只要自己努力克服困难，那肯定会有很好的生活。这样的人到了中年之后会得到很多好机会，虽然不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，但依靠自己的努力还是能度过难关的，更是一鸣惊人。这样的人获得的好机会真的有很多，社会地位也会逐渐提升的，让自己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，跟家人的相处也很和谐，绝对不会瞧不起身边的人。以上就是五十岁以后发财的手相。有些人虽然一开始可能工作不是特别的愉快，但是要相信雨后终会有彩虹，只有在困难中磨砺自己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未来终会迎来大富大贵的一天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